自1962年创业以来， Enomoto 不断向日本、向世界推出了以影像框架和连接器为主的优质电子零部件。日本国内的生产基地与亚洲的海外基地之间技术共享，相互合作，选择最佳的生产基地进行一条龙生产，提供一站式服务。中国、菲律宾， Enomoto 在亚洲各地开展着享誉全球的日本产品制造。精密模具的设计制造是支撑 Enomoto 高品质产品制造的关键。研发设计部门以长期积累的技术经验为基础，对设计及规格进行反复探讨，提出从试制到量产的高精度、低成本的最优方案。员工们为了开发出精密且使用寿命长的模具，着眼于质量和生产效率，不断努力于技术的钻研。节省人力，自动化的冲压生产线。从0.4毫米以下的窄间距精密加工，到高精度的影线框架及连接器，微细的电子零部件也能通过高水平的加工，高速超低损耗地进行生产。电镀生产线也一样，在日本及海外的生产基地保持着相同的技术与品质，实现着高附加价值的生产。金属冲压零部件与树脂一体化的微细嵌件模具，利用全自动设备进行着高生产效率的无人化加工。众多设备上都配置了高度自动检查装置，从最初的制造阶段开始就进行全数检查。品质管理部门拥有最先进的设备，并建立了检测数据的添加、可追溯跟踪的万全体制，并以彻底保证来满足比日本更严格的海外的质量要求。一切都是为了打造出最高的质量。Enomoto 将持续不断地以最好的价值为顾客提供最优的工程技术。